事。没事了。小佑，我没有不喜欢你，一点点都没有。应该说我现在还是很喜欢你。那为什么我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因为你值得一个像你爱我一样爱你的人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对你只有喜欢而已。交给时间吧，好吗？没事啦，走啦。哎呀，小勇诊所的那个妹妹，她很会玩，问她准没错。是我们现在分手了，我还可以回去问她吗？好像不方便，我可以吗？好像不太好哦。哎，妈。干嘛？你说啊，你又对我有什么意见啦？没关系。你干嘛？没关系的。干嘛？我很好，你干嘛？Thank you.